本节目由两位爸爸赞助播出。EYES 我听过了。你的儿子是我的儿子的爸爸，我是你的儿子。我真的绕进去了呢，我的亲戚。我是你的儿子的爸爸，是你的儿子的爸爸。真的，我妹，爷爷是你的兄弟，是爸爸。我是你妈，不是，是我的儿子是你的儿子的爸爸，所以我的儿子是，我是你的儿子的爷爷，是你的儿子的爷爷，不是你是我的儿子，对。你的儿子，你再说一遍，是不是？你的儿子是我的儿子的爸爸，我是你的什么？就我，不是，是你儿子。你是我儿子啊？不是不是，爸爸妈妈不是不是，是不是是不是？是儿子，爷爷。我的儿子是你的儿子的爸爸，是不是？左家的儿子是你的儿子的爸爸，儿子的爸爸，兄弟，不是你的儿子是我的儿子的爸爸，是你的儿子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，你是你的儿子，那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。就是我的孙子，那你的儿子的爸爸是我的孙子的爸爸，是我的儿子，那我是你的儿子。啊！这回好吧，你猜不猜就算啊。不对，你干嘛？是我看看你的儿子，是我的儿子的爸爸，我是你的。不是，我是你的儿子的爸，你等会儿，你的儿子，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是你的儿子。OK， 那你有点棒。那就是我是你的。不想知道答案吗？不想知道算了，过吧，我并不想知道。我是你的儿媳妇啊。橡胶制品套在人体中间部位，有大小号的，关系到生命的，请问是什么？看到了，很简单啊，肯定不是 BX 啊。你这样说游泳圈。身体的每个部位在受到外界刺激后会胀大数倍。毛孔、头发，你的头发会在受到刺激后胀大数倍吗？就是不是有受到惊吓然后整个炸毛吗？也应该是一种形容吧。我指的什么？哪个部位在什么受到外界刺激后会胀大数倍？不分，就男女都有的。对，那应该不是那个。有的女的也有。哇，不配吧？那泰国吧。眼睛。什么草会飞？草泥马。第一个答案是会飞的草会飞啊。什么兔子会飞？会飞的兔子啊。
吃了会飞的草的那个兔子会飞。哦，什么老鹰会飞？吃了草的老鹰会飞。老鹰都会飞。